今天我不舒服，所以我不上学。我跟我爸爸说我不舒服，爸爸说好，我带你去看医生。爸爸带我去看医生，我很紧张。我跟爸爸说我很紧张，爸爸说不要害怕，小明，因为医生很好。以后我们到医院了，我看到医生，医生看到我。医生问你是不是小明，我说是，我是小明。医生说好，我带你去我的办公室好不好？爸爸说好，所以我和我的爸爸跟医生去他的办公室。医生的办公室很大，医生问我你哪里不舒服，我说我喉咙疼，肚子疼，还咳嗽。医生问你的头疼不疼，我说我的头不疼。医生说好，我量量体温吧。我问医生我有发烧吗，医生说没有，你感冒了，所以我给你开一点药。我问医生我应该要饭前吃药还是饭后吃，医生说饭后吃。我说谢谢医生，再见。医生说再见。